欢迎回来，最新新闻的现场。新闻继续来看，是来自中部乡的消息。为推销乡内农作物蚵仔的销路，中部乡农会积极在蚵仔栽种专区内底辅导农民栽种着槟榔新芋头，同时在田内底来饲蚵仔，让蚵仔去除害虫，同时让蚵仔的排泄物回归土壤，帮助着蚵仔的生长。而所生产的蚵仔更加标榜着无毒，为此命名为蚵环芋头，期盼透过命名强力推销，让中部乡所生产的蚵环芋头在市面上占有一席之地。中部乡农会总干事李碧文表示，蚵环芋头栽种模式是采取鸭肝场模式来管理，农民将饲养的红面鸭甲番鸭两种鸭种放养伫蚵仔田内，运用鸭食海棠的模式，唔免农药来除海棠，同时鸭的排泄物卖当滋养土壤，和蚵仔生甲更加大粒，为此号名为蚵环芋头。放伫蚵仔园啊，和鸭吼。咱蚵仔园的虫害啊，加杂草清除啊，伊的排泄物啊，回归到土壤当中啊，予咱蚵仔会使滋养伊的成长养分。你今年配合栽种蚵环芋头的农民，是中部乡蔬菜产销班第十八班，喜欢栽种面积0.2公顷，产量大约3500公斤。总干事李碧文表示，农会辅导农民创新思维栽培手法，期盼借此创造出新局面，并为农民带来较好的利润。最新新闻，中来新中部乡采访。